谢谢陈慧伦。慧伦，慧伦第一次来有点紧张哈。对，那我你的声音很好听。那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，是你的拍子有一点点赶。哦，像唱这样的歌，有节奏的歌，那个拍子很重要。那你声音很好听，整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太紧张了。OK， 谢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讲评。慧伦老师好。听你的歌，其实啊心我都开了，你有看到？我感觉听你的歌足甜的，啊声音很好听。对不哈啊，洋溢着青春呐、啊。但是那亲像子宏老师讲的，可能今日是第一届参加比赛嘛，有淡薄啊紧张。我给你一挂建议哈，第一就是你唱歌的时阵，嘴会使较卡拍较开的，尽力甲唱出来。因为我看嘛，你今日唱歌的时阵，嘴是干的，所以你声音干的，嘴内底拢无唱出来。哈、哦，第二就是。你换气的时阵，你爱想好，像这句甲这句，这中间你换气的所在爱离倒位，什么时阵爱放啊重的，什么时阵爱放啊轻的，听起来才会顺。你今日听的时阵有淡薄啊磕磕。第三就是讲你有一挂尾音，吼、哦，无够稳，所以你听的时阵，迄尾音听到遐的时阵，煞纠起，煞无起，这个气。换气啊，加这个尾音的这个稳定度，哎，请你较小注意一下。啊，整体来讲，其实唱了真好，这也给你鼓励一下。